小虾贤啊，欢迎来到马来西亚最傻的实况组尖黑的频道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玩回我们的王者荣耀，而且我听说了最近有一个新的英雄，他也是法师吧，就是这个啦，听说他好像很强呢，所以呢我打算买他。 OK, let's go。 等一下，我不懂商议在哪里耶，手嗨。哦，在旁边啊。OK, 好。金币购买。有了我们的新英雄。OK, 好。我们现在去试试看我们的新英雄好了。诶，什么东西来的？哇，你们看我的钱，他妈的，我的钱只剩到665罢了哦，你要信。哎呦 ,OK, 好了，不说了。好，我们进去实况对战好了。王者峡谷。他们。怎么有一只很傻的猫，它耳朵是粘在一起的，你要信哦，不合逻辑的哦。好，我们使用这个，因为我看老屋呢，它好像是很好用的吧。我们就使用治疗术好了。这什么？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吧。 OK, 好，我们在等待的当时呢就等咯，要不然哇慢哦，那些人是被高惨慢哦。16秒 OK, 就要变魔术了，也不用变魔术了，变魔术321，我已经进来了，因为他们应该是早就进来了吧。突呀，哦，我看不到我的队友诶。哦，有了一个后裔。他是近距离攻击英雄吧，好像是呢。这是什么来的？这是什么来的？增加技能的东西吧。我操，我不要。小马爹，我的生命也是很脆弱的啊，你要心很痛的。哇，你要打我啊，丢你老美啊，打我打屁啊，你要心。 OK, 好，我们继续打败他。我干！哇 ，so fantastic! Let's go! 哦，这个好像。好像跟之前那个一样吧。哦，惨了，我们现在就去左边了。 OK, go go go, 很想试试看这个威力啊到底是有多强。哇，你还不要给我出现，哦，懂了。可以好。哎，你要信，不要打我鸡鸡了，你要信，不要再打了，很痛的。没关系啊。哇，想要用飞拳打我鸡鸡啊，不可以哦，变态哟。等下就打高产你哦，我跟你讲真的。
快点啊，猪队友！Hey, motherfucker！干，如果绑不到人，他就会好像是可以帮队友补血哦。嗯，应该是吧。哎呀，你不要走啊！喂，就是你要我帮你补血，你不要。丢你啊！帮你补血你不要，这样好好服务哎。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我不会是听什么？你要先我帮你补血，你不要这样免费的服务了。假塞啦你！对不起，我帮你补血。哦，不要玩嘞，鲁班七号，等下你又打我鸡鸡啊！我补血啊，你们！我都讲我是补血的了哦。哇，你敢打我啊？我请你吃麻干果泥啊！哎，好卡，好卡，干！K.O. 太卡了吧！我操，这个新英雄听说很多功能呢。小心草丛，那里随时会跳出一个手海来砍你。OK， 走，鲁班七号，过来，一对一来，来呀、啊，来，一对一来，手海来。哇，哪吒跟着我喔、哦、来一对一来呀一对一来。哇，你要先痛啊，不要打了，可以蛮痛耶，不先打我自己，不打我旁边的喔、哦、不过后裔还是我觉得比较远啊。 fuck you。原来是这样子哦，怪不得啦。OK， 断开，可以帮队友补血，真是个猪朋猪队友。哎呀妈的，你给我过来哦！你给我过来哦，你这家伙，过来哦！你要先不要，看来我还不适合用这个英雄呢，干，花了我这么多钱，可是可以帮队友也是很好的了，这样队友也会帮回你啊。嗯，这样别黏人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嘿嘿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先去队友那边看看什么事好了。哎，龙班七号只有一个、哦，一个还死掉吧。奇怪，好像补不到血，因为他乱动，你啊先不要乱跑嘞，丢你啊！我补你，你不要的，你是把这车没有啊？都是你了，把我们这边的台也给摧毁了啦！干你生嘞，嘿嘿。小屁哦 ，OK， 走，干完我好卡、哦，
No， 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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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你死了啊？干我屁事哦，走了。小兵，小兵，你们先上，你们先上。干嘛我好卡哦？真的好卡哦！嚯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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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招有了啦，我杀掉一个啦！哇！嚯嚯嚯，来！后羿后羿后羿！有他，我在扣血，他有在扣血，他有在扣血。干，我要死了！卡住了，卡住了 ，What the fuck？ 超卡的好不好？我操，什么鬼屁了？干我死了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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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到绝望的头顶了。你这叫我们投降干嘛啊？放你妈的！干嘛丢你啊！哇，你看那个后羿。我不见了，我只剩那一粒球了。No no， 喂，他们攻进来了啦！喂，鸡蛋糕，快！对 ，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 早上那一招了，我恨你。干，我真的生气了。你他妈好色不色，射那些变态的东西出来！真的生气了，不要惹我生气哈！团灭怎么回事啊？干娘嘞！滚啊你们！四面八方都攻进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待在这边，啊，干他们来，干他们。击败，击败，击败！我干你老母！你是怎样啊？每天砍我队友几级还不够吗？我操！你还向我纵火！我丢你啊！放那些东西出来！要漏尿也不是这样的瓜，哎，擦尿擦尿，擦这边，擦这边，擦这边。干你老布嘞！啊，干你不！我干你妈的着急逼！干你娘！我老喂！重复那句话呀，不怕神一般的队友，只怕猪一般的队友，好不好？
没有啦，我队友其实也是很厉害啦，就是被我这个手还拖延哦。所以这个英雄就大概这样子吧。算了，我们现在去找朋友打。我们看杰森在不在线哦。赞哦，你们。OK， 来，杰森在不在线？杰森不在线啦，啊，冰宫也不在线，啊，下雨也不在线。完了，我真的是没有朋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去看其他东西好了。我们先大概去看那个什么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大概来看个英雄介绍了，就这个。他整身的身材不错，衣服也是不错一下哦。也蛮好的。他的英雄介绍呢，职业是特长是对团队争议，熟练度是见习补数。好，没有了。生存还是蛮，攻击也是蛮少的。英雄视频，英雄攻略大神排行。我们去看那个下一个皮肤。这个皮肤我就没有了，我就没有充值去买，因为我觉得太贵了。各位，他的装备什么？懂。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英雄啊，我们也试玩过了哈。也是蛮好用的啦，应该啦。好，各位，如果喜欢我这次的，叫什么名字哈？如果喜欢我这次的名士营的话，请按个喜欢，然后不妨订阅。如果想追踪我的动态的话，记得打开订阅盘和小铃铛。那么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